老板你好，请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费俊胜，我今年32岁，我身高174公分，我体重70公斤。我以前有去过台湾上班6年，在那边我做电子工，现在我想去澳门上班，请老板帮忙我，谢谢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费俊胜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32岁。你结婚了吗？我有结婚了。你身高多少？我身高174公分。你有去过哪里工作？我有去过台湾6年。现在你想去哪里工作？现在我想去澳门上班。到澳门你想做什么的？到澳门我想当服务员。当服务员很辛苦，你可以做吗？我可以。到澳门你一定要听老板的话，要专心，要忍耐工作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你怕不怕辛苦？我不怕辛苦。老板需要你加班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谢谢你。谢谢。